因此啊，他们开始啊，血拼的时候呢，这个恶魔，他实际上是去狩猎了。这时候舍顿知道，如果没有三叉戟，他是没有力量的。因此呢，当他狩猎回来的时候，他带着啊鹿啊，还有其他射杀的动物啊，抓来的大象等等。他刚要进入山洞的时候，要拿他三叉戟的时候，在死之前呢，舍顿就攻击他，这个恶魔。His power was nothing comparing to the power of. 但是虽然很有力量啊，但是跟萨朱玛的力量相比呢，哦，微不足道了。所以呢，这个恶魔呢，被萨朱玛所杀。所有的圣人们，历史都用荣耀 Ram 和萨朱玛。在多少年代？卡林的，啊，多少年？三年代。不是，充满啊 ，rasa， 那对的意思是呢，蜂蜜。可以说呢，每个树呢啊，都滴下了这个蜜露。但库什在抓他的时候，首先是巴拉姆来了，乌德瓦来了。但巴拉姆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啊，最近是拉萨树，所以呢，这里的树都流出啊这个荔枝。所以呢，我们看到巴拉姆这个古老的神像，高级这个庙啊，就在这近后面那个庙。Elder brother, so we saw this deity. 我们看到这尊神像啊，就来这里，非常美妙的一个神像。在 Brahma， 通常呢 ，Brahma 是黑色的，通常来说它是白色，但是呢，在 Brahma 这地方它是黑色，因为他老是冥想 Krishna， 因为他非常爱 Krishna， 因此呢，他变成了黑色。所以呢 ，Krishna Balaram 是没有分别，但是呢。Balaram 还有他特定的一些特征，他两者都有笛子，但是呢，他不怎么用这笛子，一般啊插在腰间，他一般啊吹的这个水牛号角。Krishna 也有水牛号角，但是呢他不用，他插在腰间，他一般吹笛子。所以 Krishna 在这里，与牧牛童们啊在这个附近发牧。他赶着母牛和牛小牛去到 Madhavakun 这个湖啊 Madhavakun Madhusudan 是有生命的主宰神像 Madhusudan 的普通意思就是说有些特定的意思 Madhu 是一个恶魔 Madhumo 这是普通含义 Madhusudan 杀掉了恶魔 Madhu 的人 Madhumo 的人还有品味呢牧女姑娘唇上的甘露的这个人马杜苏丹马杜苏丹就是马德瓦她是幸运女神的丈夫是马提拉迪卡First of all, that's Srimati Radhika. Madhava, the Madhava. One who is beloved of Radhika. Radhika is an island, since it's Krishna. And Madhava. Krishna was bringing his Krishna, cows and calves to the water. And he was saying, Here, come here, slowly,牧女姑娘有受宠的这些呢，受宠的啊，夜间啊，瞥视 Krishna。有不同的啊，蜜露。首先呢，是从呢树呢啊上去狂喜啊，它呢滴出来的蜜露。另外一种蜜露就是 Krishna 消耗时光的蜜露。第三种蜜露。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要放下来的，就是呢物质世界的蜜露。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崇拜巴拉朗，祈求他的祝福。哦，请把我们这个物质的蜜露拿走，让我们呢，沉溺在呢 Krishna 的甜美消耗时光的蜜露中。因为我们崇拜啊 ，Sadruna 巴格王 ，Sadruna 是 Ram 的一个亲爱的弟弟。Ram showed us that a real
真正的奉献者，总是呢，战胜了恶魔。主日神，有时呢，撒珠门，我们祈求啊，撒珠门，让祈求呢，他啊，要我们的克服阿纳塔啊，是色欲、愤怒、贪婪、嫉妒、幻觉，还有疯狂等等。还有嫉妒啊，等等，骄傲。所以我们首先向巴兰敬拜，向 Ram Saturna 敬拜，然后呢，我们在冥想杜拉大军。我们被呢，玛雅物质的光芒迷惑，就像杜瓦大军想赢得一个王国，想拥有呢他父亲的王国。我们也是被呢这物质世界，我想呢统治这个世界，统一这个世界，我想成为享受者，这些东西啊。来呢迷惑，但是真正的宝石呢就是呢对呢国家房的服务。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崇拜国家房，为什么我一无所求的崇拜他呢，但是呢首先杜瓦是萨康巴克达充满欲望的奉献者，但是后来他忏悔了，哦我只想找的啊，我以前寻找的是玻璃渣子，真是我真正的幸运呢，是宝石啊，就是您的大赏。虽然这个湖呢称为 Madhava Kun 或者 Krishna Kun， 我们祈求 Radha Krishna 的人子啊，他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消失吧。我们祈求他们，以前叫 Madhava Kun 啊，现在呢称为 Krishna Kun， 在Kali年代称为 Krishna Kun， 在Kali年代呢啊，马普布也来到这个地方，主尼天南达也来到这里，他进行很多小事吧，可是 Braj 的每一寸地方都让我们想起啊 Krishna。那部分呢，也专注于那拉达库沙小时光。巴乌勒万这个地方啊，有苏克萨里的这个对话。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冥想了啊，就是天亮和你点亮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Shri Madhubana ki jai, Shri Dhruva Narayana ki jai, Shri Dawaji Maharaj ki jai, Nitai Gaur Premanande.